Sorry.你有講過啊？我有嗰個咩嘅美食啊？爬山现在啊，要等到夏天啊，没有雪的时候才能爬山的，大概每年的六月份到八月份啊。现在我们还在大阪啊，还没到京都啊，坐车过。
饮杯水啊！嗱，这个地方呢，可以带人去饮。他是日本的教理，咱们做了一个茶道，先表演给你看，一边教一边做完了。
跑啊，咁啊一行到两点半嗰度。Я пойду, я тебе не могу. Я не могу.